想不想尝一尝？你吃过吗？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芦荟种植庄园，我们来取一个叶片尝一尝。从根部挖一个小口，拧下来一个芦荟大叶片。哇塞，叶片很肥厚，把这个头先给它切掉，削掉两边的边刺，扒掉一层的小外皮。哇塞，胶很粘，芦荟的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里面了。切成小长条状，把一层的外皮给它扒掉，哇塞，果肉晶莹透亮的，我们来尝一下里面的一个味道哈。它也不苦，脆脆的，黏黏的，像果冻，很爽口，特别解渴，吃水特别多。